我覺得即係呢啲飛機係有生命嘅。Hello， 我係 Kelvin， 我係 Hong Kong Space 嘅畢業生。我係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Hong Kong Space 教緊飛行課程嘅 Kelvin Lau。由我跟佢開始，其實係2008年到依家有10年啦。細個。我想去到中學開始喜歡了這件事，到後來跟 Kelvin 去 Brisbane 學飛，就很肯定自己是想向這個專業去進發。之後我去讀大學學飛，我學了很多怎樣在逆境之下頂得住的壓力。我就將飛行和 Curriculum Design 設計了一個飛行課程出來， Theory 跟著 Practical Flying，跟住就 Go for Cadet。 其實 Battle 13年前啦，這個是香港沒人搞的，但我覺得自己最好彩就是找到即係自己喜歡想做的事。現在是一個國泰航空公司的 777的 Second Officer。 小時候跟他去 Brisbane 時的一本叫做 Notes， 一些飛機的資料，那天的天氣，亦師亦友啦，而家今天的講法就是好好感情。Hong Kong Space 呢十幾年咧，我哋喺航空教育入邊咧扮演一個角色咧，好有趣嘅，開咗個 window 出嚟，啲學生透過呢個 window 咧，呢個窗睇到出面世界。咁啊 ，make 到嘅亦都相當多啦。我哋有過百個學生 make 到 MIT partner。今日佢仲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翻嚟幫翻我手。其實正正就係我自己好想做嘅一樣嘢，即係將我嘅興趣透過呢個 Hong Kong Space 嘅平台，俾我有機會繼續 develop 自己，可以教到。對呢樣嘢有興趣嘅人，你夢想嘅秘訣就係要揾到自己嘅夢想先啦。好似一個人，佢揸住條鎖匙去 unlock 每一個人嘅 potential。